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话语的大能里面。常常被人家问到一个问题，说：“哎，你是基督徒啊、哦？那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有神呢、啊？神又看不见，真的有神吗？”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哈。圣经里面介绍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人在人世间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的时间，究竟要做什么？这是圣经，但是整本圣经打开来讲到的第一句话，却讲到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讲到是说有一位创造的主，这一位主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有神。但是为什么会觉得有神呢？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造这个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借着所造之物使人无可推诿，你没有办法否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真的有神吗？就算有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神呢？我听过这样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位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专业科学的专业人才。很多人觉得说啊，宗教啊，信仰啊，有神啊，鬼神论，这个是没有知识的人啊。科学家，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但是相对的，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信仰跟他的专业会不会有些冲突呢？他的很多朋友的确好像如我们所说的，很多研究科学的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些是鬼神之论，别理他。那么他很希望他诚如非常多的基督徒一样，觉得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当然好东西想跟好朋友分享，也很希望他周围的朋友也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怎么样让他们认识呢？他就在想，哎，有一个好方法。他就请他的朋友们到他家里面来，他开一个 party， 然后这些朋友们都来了。在那个宴会上面，他就说，哎，我带你们去看一样很棒的东西。他就带他们进到他一个房间，打开那个房间里面，哇，他是一个天文学的科学家，他把整个人类所能够了解的宇宙这些星辰万物做成了一个很大的模型。那个房间整个是一个模型，太阳系里面太阳，然后很多的九大行星，然后地球在哪里，这个月球在哪里，这个各式各样，哇，做的，因为他们都是科学家，所以他们觉得哇，做的这么精准，哇，而且做的这么棒，很了，大家就在那里一直看，一直觉得很，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所以他们很感兴趣，在那里看。看完之后呢，有一个人突然问他说，哎，这谁做的、啊？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就突然说，哦，没有人做的。旁边人说，你，我是说这个模型谁做的？他说，是啊，我知道啊，但是没有人做的。旁边人就觉得对他这句话很好奇，说你在说什么啊？他说没有人做的、啊、怎么可能？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明明有个东西摆在这里，然后你说这是没有人做的，那是从哪里出现的？突然就出现了。然后他说，对啊，就是没有人做啊。所有人就开始跟他争辩起来，就觉得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们辩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人突然说，这只是一个模型，一个宇宙的一小部分的模型摆在这里，你们都不相信，没有人做它会自然出现。那么那个真实的这个宇宙呢？面对那个真实的宇宙，而且是完全的宇宙，这只是里面的一小块，大家都知道宇宙极大，我们所能够认知是一小块，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都不相信这个模型是没有人造的，你们为什么能够相信那个实体呢？那个真实的月球、地球、行星就没有人造吗？借着所造之物，人不得不承认宇宙在这里，它的背后一定有一双创造的手。那么如果真的有这一位创造的手，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系列，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一位创造的神，也找到他和你我生命的关系。你渴望认识他吗？你渴望知道他跟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上帝祝福你，
透过圣经，我们进入到一个极大的祝福。主，谢谢你把从今天开始恩典365一个全新的系列放在你的手中，但愿你透过圣经帮助我们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也知道你和我们生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祝福你在这一系列创世纪的分享里面，你遇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向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赐来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用我生命的所有敬拜你，我心紧紧跟随你，奉你名举手，因你赐来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主啊，你是我的上帝。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向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深锁中如此瞻仰你，为了见你的唇要颂赞你，用我生命的所有敬拜你，我心紧紧跟随你，奉你名举手，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纪念跟随你。